防锈漆，它是用水性的配方，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配方，叫纯水性，那很好施工，那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可以塑造出不一样的质感。然后再来就是仿清水膜的涂料，因为现在仿清水膜很流行，要做出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清水膜很不容易，那我们用涂料的方式的话，它可以做的比较自然一点，而且也做的比较完美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的止水盾，房子住久了难免会有漏水，那尤其是在洗澡之后呢，常常就造成漏水问题、壁癌问题，那很困扰。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推出一个很简易施工效果又好的那个止水盾，那这个部分呢可以解决浴室漏水的很多朋友的困扰。谢谢。